现在咱们通了火车以后，我们的农产品都能搭乘火车快速的运到全国各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:30，首趟列车的乘客呢已经陆续进站候车。那我们刚刚也了解到，截止目前呢，首趟列车的车票呢已经全部售罄。阿尔铁路是我们阿尔市民盼望已久的，我作为生活在这一辈子，我现在就要感受一下，我坐到火车上去看这片熟悉土地是个什么样子。